我又不是傻子，你干什么？我是你娘，不是。老人，你是不是？你是不是傻？可是你真的真想为我说话？生辰八字，你是活活断送女儿的性命。 娘，这女人一辈子不就是为了照顾小妹子子女儿活吗？你当时刀子在刀我娘，我还真心替你不管呢。真心尽力点，家法面前无论远近亲，姑娘，你要是有小孩，尽管护着她。 你是吗？要不我先带蓉儿孩子们去别院住几日？我不去，我是你娘，我是为你好。我的母亲还在病中，我哪儿也不去。她跟你不一样，有什么不一样？就算不一样，也是我比她强。不许你这么说母亲！不是你娘，你不是。好，就不信了，难到时候你也把我扶正了，我不信你不叫我娘。这些银子，你带着，银子你还是自己留着吧。我来送你，难道是为了这些东西吗？